现在公面都要质疑说，他的那个多米尼克大学在被旅美教授想要说他找不到那所大学，然后他是决定的上诉。民进党啊，是最厉害的双标党啊。为什么不赶快检视一下蔡英文总统的学历、蔡英文总统的博士学位、蔡英文总统的博士论文，每一项请总统府好好的一一的让全民检视，不要每一次就想要先来抹黑造谣对方的候选人。我想宽恒在台中在地啊，诚如卢秀燕市长讲的，他在这边成长45年，大家都看得到，大家都见得到，大家随时都感受得到，那不是一个临时来空降的用靠抹黑造谣的人就可以来取代的。我觉得在那个中二选区的补选的方面啊，因为主委里面朱卓你有跟你请辞，他有讲他的原因，跟我是有接受位的。林主委继续为台中打拼啊，他很客气，他说希望让年轻世代有机会，但是林主委在这个责任感的驱使之下，当然一定是全力以赴，为中二的辅选为台中来打拼。